下一题，这个很简单。那你是银河，我是酒店。好，好，来了。好，我们合作，合作，团队协作，商务合作，商务合作。什么？什么玩意儿啊？很形象，我真的要说很形象。下一句，下一句。我知道，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。哇！漂亮，语文课代表不是吹的，厉害厉害。啊？这怎么说飞流直下三千尺呢？啥玩意儿？你还飞流？你飞流？哇！这有水事儿啊！我以为你们跳海了呢。不能配音，那人说偶尔也行哈。所以你没发现吗？你偶尔完事就把你换下来了吗？哦。